Kirif. Can they? Chatty. None of you do see Gaussio is it a quick hug a Gaussio, huh? I see mercy Gaussio, some see see tear you. Then Chang Tai, I get three got here. It did the Jin Ho a Zusin, huh?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正欢喜，搁坐甲满满。我伫遮我足钦佩大家这三天来诶伫遮诶上课因为有恁诶参加，才有大家要问一下，有信心啊无啊？啊，安尼足感谢啦！咱大家斗阵拍拼啦！我甲用 PowerPoint 来介绍咱实际上的一般咱所讲的真相啦。是安怎爱甲大家讲台湾法律地位的真相，因为一般的人无清楚，咱要去甲介绍，伊讲恁着真相摕来看卖咧。有诶讲，按着白纸黑字来看卖咧。有啦，咱真相直咧出来，伊无了解。白纸黑字，那是直咧出来。因若讲，我都无爱做美国人呢，有安尼啦。所以讲，咱即马用 PowerPoint 方式，予大家了解一下。即马要甲大家介绍，那是国外本土台湾人有看到即、這个看来咧收咱的网站。我希望来台南一定爱来阿扁的饭店。以前阿扁的饭店关起来，咱怎来甲接落来做咱台南总部的办事处？所以讲，大家来看伊伫东区。林森路一段169号，这个所在每礼拜拜三甲拜四暗时18:50，有人来讲你来买17点，有人讲7点到9点嘛，我甲讲18:50啦，是安怎？客满啦，拢甜甜甜啦，你毋着较早来坐较头前咧，无拢伫尾啊啦，所以我甲写讲16:50就爱来啦，吼、哦，这大家甲咱所有的亲友，那伫台南地区的，今日转去，拜托甲介绍台南。拜三拜四，咱的时间是18:50，就是6:50暗时6:50，吼、哦、来遐拢有演讲，叫秘书长伊拢拜四，伊拢固定拜四去，所以讲要拜托大家甲你的亲友通知，请因来遮参观，或者是甲大家补充。咱即马要来看，要来看一部三立甲咱讲。我是要甲咱台湾本土台湾人，世界的本土台湾人讲，讲安怎？
讲咱这个身份证啊，是啊美国制造啦。啊，三立甲咱报道不实啦，讲咱家己做的啦。啊，予大家看，安尼才会清楚。啊，来，咱予放。这个三传单报纸广告厚一叠，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，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、嗯、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、嗯、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，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采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营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后，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，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评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，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立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啊，大家看了足清楚啊！伊甲咱讲，咱家己制造，实际上这张是美国制造啊，美国啊制造啊，送去美国啊，美国才阁寄倒转来，100%是美国制造。因为我那要强调这点，有诶其他诶啊，讲虾米国虾米国诶啊。伊一张啊，讲500块啦，也有300块啦。啊，迄就是台湾制造啦。啊，咱这较是美国制造。你摕一张去甲美国去海关，互伊刷一下，你的资料拢伫内底。啊，这就是证明你本土台湾人。咱第一届啊，迄、那个啊。台日精英的啊，迄、那个演习营，我那个日本人讲，你若要区别，伊是毋是本土台湾人，你甲讲爱偷一张啦。啊，若无一张的啊，拢是啊，毋是本土台湾人啦。所以，即嘛日本这方面。慢慢啊，会接受啊，咱的这个观念啊，这啊啊，甲咱报告一下啊。当然，咱即马要过来回顾咱这3天来大家较爱知影的问题，我用 PowerPoint 过来予大家看一下。因为这张啊。是法国人画台湾地图啦，啊，这也免相片啦，吼，啊，这当时啊满清时代的台湾地图，啊，台湾是安尼啦，啊，是台湾伊是土著地啦，吼，啊，因为马关条约啊，就是大清的大皇帝甲大日本来签约，永久挂号这个日本。啊，皇帝！啊，这是100%正确的。这张地图就会足了解，伊是虾米？伊是
土之地。伊那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！啊，会得挂袂得挂？辽啊，辽东半岛，当时候我甲我战争啊，的时啊，要挂给日本啊，有啊，欧洲的国家出来来指责讲，奉天辽东半岛不可以安怎啊割让，因为它是中国的啊不可分割的啊领土，所以到尾啊，佮签一个辽南条约，干那背啊，迄、那个白银啊，这我予大家啊清楚的哩。啊，佮一张要予大家看，实际上啊，伫啊1683年啦，是安尼啦。台湾迄阵啊，正是有一个台湾府啦，吼啊，凤山啦，啊，这个做啥啊？台湾啊，官啦，啊，甲这个诸罗官啦，啊，甲平湖遮啦，啊，实际上遮拢是啥部落啦？啊，部落啊，毋是清朝的啊，伊同我甲做一个甲挂挂去啦。啊，受日本也足艰苦，伊到尾啊。要真正啊来建国台湾呐、啊！啊，伊从遮啊，咱花10年的时间呐、啊，啊，才啊建国台湾。啊，这就是啊，咱爱了解啦。啊，这张图啊，要予大家搁较清楚。这是啥？苏联的国旗，美国国旗，啊，车轮牌，啊，甲英国的。啊，这是代表盟军来接受啊导航的。啊，因为这个国旗啦，咱会了解，迄阵啊，啊，中国甲日本啊战争的时啊，伊走甲啊四川去，啊，甲尾啊讲两粒原子炸弹啊，日本导航了后，伊讲啊败战的战胜国啦。哦，这打败战的战胜国。后来，咱这个要予咱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吼、哦。咱迄阵啊，盟军是咱的敌人。咱迄阵啊，是日本时代，大家可能无清楚啦，因为那甲阮这个年龄的拢会足清楚。啊，都叫老母叫较正啊，啊叫老爸叫阿多桑啊，啊我那是叫做胡啊胡米迄个啊，啊这拢是安怎，咱会了解。流亡政府是咱的敌人呢，啊伊即马甲你骗讲啥？光复啦，台湾光复啦，你是我们的同胞啦，伊哪会安尼讲？伊安尼较好管啊，骗恁大家拢是战胜国的啊人民呐、啊，下面人要做战败国，啊都去骗的啊，这个观念啊，因为你大家看嘛，这拢是啥美国国旗呢？啊，这是啥啥？中国啊，中国这个台湾区呢，这个受降典礼呢，啊，你甲咱骗。骗大家讲，恁大家拢共和啦，我们就是同胞啦。安尼想看卖咧，咱爱去想看卖咧，这个问题大家去想看卖咧。敢有光复节？根本在骗人的嘛！咱是战败国，因是啊战胜国，去卖，伊爱叫。国际法啊，来成立台湾民政府，伊有照安尼做啊无？无啦。伊怎啊讲啊？恁拢是中国人啦、啊，啊，毋则为着安尼，咱足辛苦的，咱毋则去啊，林秘书长带咱去告美国政府。
啊，美国政府啊，这个判决，咱来思考这个问题。美国政府哪会要做这个判决？有五点。第一点，台湾人无国籍。第二点，台湾的政府世界无承认的。第三点，咱要受到政治的凌驾。第四点，台湾要是美军军事占领。美国行政单位主动要协助原告依法行事，唔只叫咱去遐设立一个啥？伫华盛顿 D.C. 设立一个办事处。到即嘛，这个办事处要存在，咱甲副主席鼓掌一下好无？拢伊伫遐咧支持个啦。若无伊个支持啊，这个办事处啊。咱有话讲，早就犯错怎啊？关门啊嘞！实际上，咱无迄阵啊设立个芝麻，要现在芝麻要有派咱副代表林德兴伫遐所以讲这是大家福气啦，对唔对啊？这。我看到这个，大家都足正确个呀。美国个高等法院个判决，大家要唔知啊？美国相关单位也着提这两幅图，讲你送予秘书长啊，秘书长着足清楚。伊甲咱讲，台湾是美军占领嘞，它是主要占领权公个。美军的代表人是什么人？就是他们的总统啊。这块土地是住在这的人的呢。秘书长研究起来讲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这样，美国跟我们说，你们去参加来拜靖国神社，来庆祝来祝福天王的生日，叫咱到因去日本去看日本出来。咱去两摆，日本政坛大地动啦，那政坛大地动，上头因为拢唔知影咧，那因咧咧做啥？咱去拜了后遐济人拢无声无息，含咱台湾含中国甲含日本，消息拢封锁啦，拢无啦。佫遮个奇怪哦，即支旗会入去天皇内底呢？爬入去爱两道关卡呢？这个咱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从来无拢以前拢这个机啊入去尔啦，从来无别款机啊啦。咱有法度这两个机啊入去，这呐叫做啥？真相啦。咱敢讲真相，有诶都听袂落啊，真正这叫做真相。无你看凊彩机啊，看有法度好压你袂无？拢无这内底拢无其他机啊！你啊讲机啊讲恁迄旅行团的啦，旅行团的恁占到几啊百机的旅行团的机啊？好这大家去用智慧去想啦，吼、哦，用智慧去想。过来一个信息，愈来我愈信息。安怎愈心笑？咱几下个里边啊？天龙医院足清楚因为安怎？
伊也袂做啊，迄阵啊做副的尔，也袂做啊，迄、那个诶，迄、那个总书记的时啊，伊去日本啊，甲日本政府讲伊要去见天皇啦，日本政府无甲安排啦，才透过美国，美国甲安排，伊讲要去见啊天皇啦，啊甲天皇安讲，讲啊。阮中国经济都较好啊，啊，较有钱啊，想要来甲你买物件啦，吼、哦，啊买台湾啦，啊天皇讲啊，阮皇族啊无咧卖物件，啊所以讲，这着足清楚，咱台湾甲中国啊，迄、那个田无沟水无流啦，是安那？伊要用马，伊哪要用马？伊这个足聪明的啊！伊哪要用马？马契约拢有效。你哪用战争的？咱这块土地已经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，用战争法无法度来替台湾啦。所以讲，有个人讲，你恁家安尼啊，唔惊中共甲恁拍过来，迄拢安怎嘞？迄拢你来甲咱吓啦？伊讲啊，你差足济嘞啦，国际法啦唔捌，啊战争法啦唔捌，啊才用中国咧来吓咱台湾大汉的啦。以前就是安尼吓，直直吓起来啊。好、哦，这啊，予大家知影。你看，愈来愈心塞，安那愈来愈心塞。伊这个叫做伫这个北京哦，啊，日中韩首脑会议哦，日本的总理啊，徛伫首相啦，日本的首相徛伫中，伊安那讲。伊讲啊，钓鱼台啊是他日本固有的领土啦。比啊温家宝，伊讲这是阮的核心利益啦。啊咧，甲以前有共款啊无啊？即足清楚啊嘛。实际上啊，中国南京军区的司令员。领导武汉大学87位教授学者来研究在战争法，日本那有伫中国武汉大学的人，你去甲买去带转来，拢甲咱秘书长研究的同款，唯独漏掉了台湾这一章。安尼大家清楚无？这哪叫做啥真相啦？大家爱真相，有去武汉大学去甲买一本啊，说不定绝版啊，啊不一定啦，吼、哦、啊去甲买一本啊，啊这是事实啦，吼、哦、啊这叫做话真相啦，啊大家足清楚，啊这。我大家足清楚啊，吼！迄、那个南京啦，已经讲啊，你到中华民国啊，到这个王牌就甲你徛落，啊，就死伫遮。啊，这也是啊，蒋介石家己讲的啊，吼！这那是伊家己讲的啊。啊，好知影，大家知影就好啊啦。哦，啊，即马过来看这张图，这支甲这支有共款啊无？哦，伊伫迄个就职典礼的时啦，总统府讲挂这个旗啊啦，吼、哦，甲这个旗啊，奈无共款，啊，大家知影问题啊？唔知影？伊就是甲美国讲，阮啊来做民政府啦，阿伯啊想要用这个旗啊啦。
你看民政府大家要怎样呢？啊，咱这是啊，在华盛顿 DC 啊注册，搁底下设办事处的啊，台湾民政府啦，咱是正式的啦。啊，咱副主席咧讲，啊，美国打下啊伊拉克以后，从华盛顿 DC 迄个啊。伊拉克民政府把他迁回啊伊拉克，安尼底下成立伊个政府啦。安尼，个诶情形应该足清楚。你不管你安怎去成立民政府啊，到时候那是美国选定讲你是国家认定在。美国注册核准的台湾民政府迁回台湾啊，安尼大家有欢喜啊无啊？哦，安尼愈看愈趣味啊！安那趣味？你看卖咧？啊，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和谈啊啦。和解啊啦，啊签啊一化以后啦，讲国军、啊、共军就是中国军啦，哦啊，因为安尼，这是啥？啊，伊这个三十号那一天啊，六月三十号，这左营军区啦，啊进入什么第七舰队啊？啊进入，啊这是我是熟悉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叫做啥真相？咱会知影未？有诶拢唔知影。啊，这吼、哦，我报道一个，啊，一届都无报啊啦。伊买个直直报，有诶二四小时直直报，啊，这报一摆就买报啦。啊，这大家安尼看到足清楚，吼、哦。啊，这。这就是这吼、哦、是啥？福州的新闻呢？福州的新闻呢？伊安怎讲？伊讲啊，这是美国因为安排啦，因为以后要和流亡政府这些难民有一个退路啦。好、哦、啊，你若不爱留到台湾，啊，你若来领这张身份证的，啊，恁啊，到时候恁就爱去。金门妈祖你若不爱去，啊，无这个跟台北比台北较大一个啦，吼、哦，较大头1.2倍啦。啊，恁啊来遮啦，啊，即马这是福州新闻报道讲，啊，即马咧诶重大建设啦，要共同啊管理、共同经营、共同投资啦。即马，所以有时候我甲大家讲，你若过去班要来上课，你我有。笔电少年呢，写大来，讲到这，你上网去看，啊，就足清楚，免讲啊，我咧甲大家介绍，哦，啊，这拢是真相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国防部下令讲，啊，这个国徽啊，啊，去除啦，啊，大家想看卖。啊，是哪会安尼？因为啊，美国有讲，恐怖分子要有具备三个条件：不是国家，有武器，在当地征兵。我秘书长甲过，你国务院甲你讲的哦，流亡政府都要符合三个要件。所以不可以有武器。过来啊，不可以有啊，迄、那个做啊，咧猜，即个啥后勤部队啊，即后勤部队咧猜啊猜测，宪兵队咧猜测啊，你就不得
不可以有武器嘛，啊也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征兵嘛，不可以有部队嘛。过来，要看是不是？金门啊，为什么要撤军？大家思考，这有共有哦。金门啊，那个两个，那个大岛啊，那个啊，要改啥？改观光啦，安尼按算讲要甲收啊啦。伊的武力，因为你是恐怖分子，把你的部队撤掉，啊，你的啊武器收回，啊啊，哥不可以征兵，有无？这拢啥？这拢真相啊！这拢真相。好，来过来看这哈、哦，这咱要甲大家讲，这就是啥？两岸不应当联手抗日啦！啊，这就是绿营的安尼讲啦。有什么办法？跟他发表一些意见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实际上，伊讲保钓啊。讲带这款旗啊去啦，啊，佮甲尾啊，讲哎爬去哩钓鱼台啊，讲哎后这支旗啊，后这支旗啊，啊，所以美国车愈来愈惊啦，讲啊恁就是那个，咱个做新闻的报道讲，马英九是啊引狼入室，脱掉并台，脱。钓鱼台要并吞台湾，因为认为他是啊带钓鱼台，他要来争取啊，一争取掉钓鱼台就是台湾就是他的啊。咱过来看这里、個、吼、哦、啊，因为这那是 TVBS 报道嘛，吼、哦、国军共军就是中国军嘛啊，你看钓鱼台的情势啦啊，绿营讲国安团队啦决策失当。啊，这是安怎的迄类？吼、哦！啊，加你看，造成国际误解，台湾中国联手对抗日本。吼、哦！啊，这啊，咱过来看，吼、哦！三月七日，马英九啊，这个《中国时报》伊讲啊，引狼入室啊，脱掉并台啊，因为安怎马英九伫讲。台湾是我们的家园，哇！哎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因这里啊中诶、这里中立啦，李克强啊，伊啊伫啊这里三月十八号伫国际记者会上讲啊，大陆跟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呐、啊，两岸同属于一中啦、啊。安尼唔是两个拢咧。未来暗去，安尼讲通好，安尼大家有清楚啊无啊？后来要搁和大家讲，哦，安保条约，哦啊听啊，伊这就是啥？美国已经表态啊嘛，表态啊，秘书长有讲过啊，啊讲三摆表态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我袂搁啊解释，和大家知影。啊，这叫做白纸黑字，白纸黑字，秘书长讲啊，来发表两份啦、啊。最新出来啊，大家拢看过啊，哦，最新出来啦。啊，最新出来，这是啥？伊甲你讲啊，这伫遮啦，哦，台湾啊，政府身份啊，这个基金会，咱迄个要做啊。咱那个头前那个就是啊，那个啊，那个2013年啊，一月初二甲咱讲啊，咱就去甲啊台湾政府就甲徛起来。即马要拜托大家啦，回去甲咱做两件代志都。第一件啊，来办身份证哦，啊甲介绍啊。有专业
啊，较少年呢，拢来受训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啊，即大家啊，万事拜托啊，因为咱五十一届啊，我有遐济人，咱即回啊，人数啊真济，希望啊，希望啊，高级班要早一点报名，吼、哦。安尼较袂，大家啊安排较会好些吼。啊，遮我看今仔日我报告较遮啦，啊，毋知总理有要甲恁讲两下，因为时间都到啊，安尼啦。好啊啊，多谢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大家起立啊，来敬一礼，咱就爱来啊翕相。敬礼。啊，请大家甲迄个椅仔举起来桌面吼。哦，伊啊，桌面是囥伫咧吼，囥伫咧，莫囥。